强袭普利士，你怎么了？强袭普利士，你也中了过蝇的毒液攻击！你太险，我撑得住。强袭普利士的能量不多了，大家的机体情况都在慢慢恶化，尤其超能神机手，再拖下去，情况只会越来越糟。爱哭鬼长大了，变坚强了。 强袭普利士，好样的！走吧，我们出发，带超能神机手离开虫巢。你，我感觉鬼蝇马上要出来偷袭了。这里地形狭窄，如果他真的敢现身，我们就把他围堵在这里。嘘，别让他听到咱们的计划。哼，听到又怎么样？最好他现在就现身，让他尝尝我的厉害。 竟然还有一个没有中招，不能漏掉你！你终于来了，创世重击！ 我早就说过了，你打不中我的。巨光炮，你们这种攻击对我起不了作用的。我知道你现在有足够的体力可以躲过我们的攻击，但我们可以把你围在这里，慢慢的。 你们太天真了，以为这样就可以困住我吗？什么？你们好好享受吧，我转头就回来。又让他跑掉了，不关你事。 这苍蝇太狡猾了，它的速度太快，我们根本拦不住它。它是在消耗我们，在这里耗下去对我们很不利啊。可是我们全部受了伤，行动受阻了。我们必须想个办法把鬼蝇解决了，才可以继续撤离。糟了，我的能量流失得太快了。 我的眼睛看不清东西了，看来我们逃不掉了。你们不要演的那么夸张，会被鬼蝇看穿的。看来毒液已经开始起作用了，到安全起见，还是等一下再下手。 看来他不上当啊！我们实行 B 计划。烈风暴长臂，你冷静一点，现在不能乱。你让我怎么冷静？都是他想的馊主意，让我们落到这种境况。怎么怪强袭普利士？鬼蝇本来就不好对付。没有计划是100%成功的，不怪他，那怪我喽。抱歉，烈风暴长臂，但现在不是争执的时候。现在。 也不是我和你们一起束手待毙的时候，烈风暴长臂，你这样单独行动，哼，这点伤我顶得住，反正我不会和你们一样坐以待毙。烈风暴长臂，你不要，我一定要离开这里。
个时候还没后，你们注定要栽在我手上，看我将你们逐一击破。让我在这里陪你们任人宰割，可笑！我可是宇宙第一，怎么能跟你们一起落得那种下场？大英雄怎么变得如此孤单？你的伙伴抛弃你了？你这只讨厌的苍蝇又出现了，让我烈风暴长臂大人教训教训你。这种情况还嘴硬，可惜你只能在这里孤单地结束一生了，真可怜。烈风连斩，谁结束在这里还说不准呢。太弱了。你这么慢是不可能打中我的。不玩了，让你先走一步，待会儿再送你的伙伴去陪你。抓住你了，强行捕猎师。烈风暴长臂做得好，你没事吧？还活着，怎么样，我演得不错吧？非常好，大家欠你一个最佳男主角奖。鬼婴的速度和预判能力太难对付了。他的预判能力来自复眼，苍蝇的复眼由3000多个小眼睛组成，能看清360度视角的所有东西，所以大家每一个细微的动作变化都逃不过他的分析。我们可以把他引出来，再想办法破坏他的视觉系统。但我们打不中他的眼睛。不用打中，可以用强光让他暂时失明。强袭普林士，你太聪明了。但鬼婴太胆小了，我们能把他引出来吗？我们先装作很弱的样子，如果他还是不敢出来，那我就假装跟你们闹翻了，自己离开，他会跟上来的。我来了，这里我伤得最轻，不怕落单被他跟上。但是没有但是，就这么决定了，这就叫 B 计划。你们以为这就打败我了？你们的能量快被分解完了吧？我看你们拿什么跟我打。我们的能量不多，但对付你还是绰绰有余。烈风暴长臂，我们合体吧。来了，变形联盟聚合变形。战武神，他们成功了。巨能霹雳炮，我们成功拖住鬼营了，带超能神机手和海城离开。你们小心。竟然是声东击西。你现在求饶还来得及。超能神机手，坚持住，我们马上就能离开这里。啊！巨能霹雳炮、强袭普利士和烈风暴长臂怎么办呢？放心吧，他们不会有事的，我相信他们。强袭普利士、风暴长臂，你们要坚持住，等我回来。
再近一点。糟糕，我的视力越来越模糊了。质子重炮。这是什么情况？超能神机手受了重伤，你们先给他补充能量。强袭弗利士他们在里面拖住了一头 A 级虫兽，我要尽快赶回去支援，请交给我们。来人，快给超能神机手补充能量。队长，我的能量流失严重，不能启动自己的武器系统，请借我一些武器。海城，你留下和特勤队照顾好超能神机手。没问题，你一定要把强袭普利士和烈风暴长臂安全带回来。放心吧。导致剩余的能量加快流失了。强袭普利士、烈风暴长臂，坚持住，我现在赶过来。超能神机手和海城呢？我已经把他们带出虫巢，跟特勤队汇合了。做得好，只剩下解决这只苍蝇了。你们在叽里咕噜些什么？哈哈，超能神机手已经和特勤队汇合了，你们的虫族大军已经被消灭，而且他们已经找到虫王的藏身地点了。胡说，你们根本不可能战胜我们虫族。不信的话你可以联系一下虫王，不过我想他现在已经没空理会你了。难道情况真像他说的那样？不行，我得速战速决，赶快回到大王那里。我们的能量已经所剩无几，一定要尽快把他击倒，有什么办法呢？竟然被你们！你们这些废铁！你风暴长臂，醒醒，快起来！我要一个一个把你们砸碎！住手！你住手！住手！没事，但烈风暴长臂伤得太重了。
超能神经手已经交给了特勤队救治了，等我收拾了这只苍蝇，马上就能给烈风暴长臂治疗。太好了，你看来他们真的跟人类会合了，虫族大军也被消灭了。那大王，大苍蝇，来吧，我送你去见虫王。你不行，我要跟大王会合，合力对付这些废铁。你就得意吧，你们这群伤兵残将，大王一定会把你们全部打成烂铁。巨能霹雳炮，赶快追，说不定能找到虫王。好，交给我。怎么样，超能神经手醒了没？报告队长，能量传输正常，但还没苏醒。超能神经手，什么人？站住！敌人入侵，准备作战。各小组准备，攻击！你们人类的打招呼方式还是没有变，鲜花好像是你们星球友好的象征，送给你们。站住！你想干什么？跟他长得很像。这孩子受了很重的伤。怎么了？小声点，强袭普利士。他在吸收鬼影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大王，报告长官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就等虫王出现了。